你都呃得我哋偷啦！原来你阿妈就系贾桂莲。我记得啦，当年你走嚟想赢阿世云做你老豆个细路女，就系你。原来咁多年，你竟然混入嚟加入我哋马家，你到底有咩居心？妈咪讲嘅嘢系咪真嘅？当年孔尚我精明，我去验 DNA， 知道你系野种，我赶咗 你同你阿妈扯，原来你仲系死心不息嘅。妈咪，高儿个妈咪系边个又点？当年嘅事边关佢事啊？唔关佢事，佢入咗嚟我哋马家，我哋马家冇一日好过噶，一定系佢暗中搞鬼。高儿绝对唔系啲咁嘅人，三家嫂点会害我哋？佢自己一日都咁辛苦，佢而家连 B B 啊都冇埋。你收声啊！就系你当年唔检点，先会发生今日嘅事。 我而家系就帮你搞掂你个苏州市啫。冇错，贾桂玲就系我阿妈。我就系当年俾你赶走嗰嘢。你认啦咩？咁你讲啊！你隐瞒身份加入嚟马家，有咩嘢居心？妈咪，高儿自细喺孤儿院长大，当年嘅事佢又点会知啊？我加入嚟马家，的确另有目的。 当年你唔俾我哋两母女入嚟马家，我就偏偏要喺你面前光明正胆嫁入嚟马家，帮我阿妈洗脱当年嘅屈辱。佢贪慕虚荣，自取其辱，关我咩事？贪慕虚荣，自取其辱，就系咁样，你要逼到佢抑郁跳楼自杀，令到我变成孤儿。你话不认佢？我承认。 我当初嫁入嚟马家，真系好想报仇，甚至当日奶奶你心绞痛，我亦都尝试收埋你粒你底丸，但最终我冇咁样做，因为我觉得我嫁咗入嚟马家，成为咗你哋一份子，我就系感觉到呢个家嘅温暖，而且。 仲有一个好爱好爱我嘅老公，我 B B 冇咗嘅时候，你不惜放下一切，陪住我，保护我，爱我，同我一齐走出谷底，我而家终于明白到，我系比恨重。你哋信唔信都好，我而家已经打消咗报仇呢个念头。 我只系想好好做 Thomas 嘅老婆，做马家嘅媳妇。你讲乜嘢都冇用啦，我唔会再俾你呃到啦。总之，我哋马家冇呢啲咁嘅新抱。妈咪啊，你点解讲？你唔使讲，有我喺度一日，呢个野种唔使旨意带入我哋马家一步。放心，唔需要你讲，我都唔会再留喺度啊。高儿，高儿啊！ 我信，爹哋，哎呀，老爷，爹哋，老爷点啊？老爷佢有冇好翻啲啊？佢食咗药。 好翻好多，而家瞓咗。咁稳阵啲，听日叫医生嚟再睇下佢啦。你真系要走啊？事情发展到呢个地步，你以为我仲可以留喺马家咩？你做咩啊？ 你走我都走。你个老婆，我冇同你分开。你傻噶？你走咗，边个照顾老爷奶奶啊？老公，对唔住，我而家心。
我为咗报仇，嫁入兵马家，结果伤害咗你。 最幸福嘅事，你离开我先系对我最大嘅伤害。我都唔想离开你啊！大奶奶佢会接受我咩？暂时嘅啫，因为咁啊，我搵个地方俾你住住先，我会慢慢说服妈咪，然后接你翻嚟。咁如果佢唔肯接受我，咁点啊？ 总之，行李会镇定，随时同你一齐走。咩话？我唔讲道理，佢瞒住我哋，佢唔俾我哋知道。 我系个狐狸精嘅女，佢嫁入嚟马家，其实佢系想报复。我赶佢扯啊，有乜嘢唔啱？如果三家嫂真系想报复，当日你几乎死，佢点解要揾李大院嚟救你一命啊？你唔俾佢啊，博我好感嘅咩？其实佢背后啊系有好大嘅阴谋。我哋根本就系自私。我自私？我都系为头家咋。我话。 呢个位置几大，唔去睇唔落啫。你明知啊，个仔几唔中意三家嫂噶啦。呢个搞到老婆都冇埋。系啊，我系为大事。小心啊，表姐。小心，你哋小心啊，真啊，俾啲坏女人害死啊！姐夫，你都唔好咁怒气啦。谂下咩事啊？啊，姐夫啊，即系我觉得有样嘢系必须要俾你知道嘅，系关于三家嫂个。 妈咪，你念咗咁耐经都攰啦，过嚟坐低唞唞啊！你唔使嘥口水，再帮个女人求情啊！妈咪，嗰个女人系你新抱，系我老婆，唔系佢阿妈贾桂莲。你可以唔原谅贾桂莲，但系曲儿冇对你唔住啊！佢嫁咗入嚟马家之后，亦都冇做过啲咩坏事。有啲嘢咧。
系命中注定嘅，佢错咧就错在系个狐狸精嘅女，呢点我系冇办法可以接受嘅。唉，高儿的确系带住目的嫁入马家，但系佢唔止冇报仇，仲收过唔少夫，连 B B 都冇埋，由细到大无父无母挣扎求存，一个咁嘅可怜人，到而家先得到我哋呢家人嘅爱锡。 你真系忍心赶佢走咩？妈咪，我哋马家最近发生咗咁多事，一家人齐齐整整先系最宝贵。你一向拜观音，你话观音普度众生，救苦救难，高义咁样，我求下你，我求下你可怜下佢。 Hello YouTube 嘅观众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哋呢一条嘅 channel 啦 ，like 埋呢条片，揿埋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每一条新片啦。